但是不知道你有可能已经过来了，一技能闪现撞到了一波，但是伤害，哎呦，一个二级脚还是踢死伤害很高，一个闪现的 Q， 哎呦，这波 Metro 可能也哦，还是躲掉了射程，即使大到了队友的这个伤害控制，第一时间没办法补上去，中路也选择了反推，莫奈一个 Q 没有开到人，哎，正面好像想上了，卡牌这边是开了个疾跑。 黄牌金猪鳄鱼一个大大到了锤石，锤石被打出闪现之后，顺势躲掉了莫甘娜的 Q 技能。对的，侧面小虎一个强弩也没有撸到人，踢到小明一个闪现 ，R 想往回 R 人，但是没有太好的目标，反而自己被大招定住，哈尔这边感觉要走了，被破坏吸了一下，准备 A 死，混乱之后勾到小虎，小虎这边被控制的时间非常短，因为有水晶球的存在，两道强弩之后直接溢上去，再收一个锤石。强化没什么问题，我觉得。 但是 Zeka 赶过来，身上有闪现，有治疗，闪现减闪现，女王敲晕了。Zeka 这里这一炮打中，左下边幻家又摔倒了。哎呦，这波 Zeka 有点秀。哎，你别说花木兰这一波的换线联动能打这条小龙啊，但这个峡谷先锋，但这个位置船长大招太关键了，只到鳄鱼想先，只到杰斯想先杀，杰斯船长放下来，说他的先导去为您命中，杰斯杰斯这边靠在前面，还是捡到了催眠气泡，那这样杰斯可能要死了，断破。 通臂的一个 Q 直接拿到这个人头，而且汉子哥这边有点小尴尬，有一个闪现啊，不用等闪了，直接横冲上去，那峡谷先锋可能要被接掉了。这波我觉得方妈可以反打，莉莉亚能睡到人没睡到。那这波的话要抢龙，抢这个先锋了，700血，莉莉亚不敢进场，最后的600血还是没有机会，闪现给个 Q 给个 R， 这波感觉有机会收割吗？蛇女这边输出还可以，一勾勾了一下，骚风已经阵亡，安哲也倒地了，而且峡谷先锋被莉莉亚拿了下来。人类睡着时。 控制自己，掌控敌人。这绿甲出来感觉更死不了了，真死不了了。最后再见悟空装，对吧？或者补一个死亡之舞，拉回索扎尔特，索扎尔特开响尾石板甲，回身一勾，女坦的同时也晕到了他。索扎尔特的鳞次一下把大招给到都阴臂，这个时候索扎尔特阵亡，发条一个大拉到了两个前排之后，鳄鱼又从后面进场了。 近一枪解决掉了，最终开启自己的大招，一枪黏住小天，第二枪也找到小天，第三枪黏住金钩，金钩这边开出一个护盾，鳄鱼这边直接拿到金钩的人头，完全处理不了这个鳄鱼，又是一个 W， 死角的滑铲，金身躲掉，但是有一个 Q， 有闪现，扫分又踢了上去，把自己送掉了，这一脚踢的很好，原来又进场了，鳄鱼做嫁衣，哦哟，叶克。